大家好，欢迎收看勇士音乐频道考古系列节目。还记得上一期我们讲过了 Rickenbacker 这个品牌的发展史，其中我们提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德国设计师 Roger Rothmaser。 当时他除了设计 Rickenbacker 吉他以外，还给美国吉他行业带来一种制造工艺，就是 German Cup， 就是像这种棱角分明的拱面效果。后来他有个徒弟也学会了这种工艺，并带到了自己所设计的品牌中。这个品牌就是后来 Johnny Lemon 和 Kurt Cobain 所使用的 Mosswhite 吉他。当然 Roger 这个对这个行业的贡献还远远不止这些。1965年，Leo Fender 因为健康问题将自己经营多年的 Fender 公司卖给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从此 Fender 这个品牌进入了著名的 CBS 时代。早在60年代的时候， Fender 就出现了轻质撑木原料紧张的问题，但是质地比较重的撑木却一直很充足。于是 Fender 也尝试使用了这种木材来制造 Telecaster， 但是效果很不理想，所以 Fender 把这个工作交给了一个人，是谁呢？正是1962年跳槽来到 Fender 公司的 Roger。 熟悉 The Beatles 的人都知道 George Harrison 有一把特别的 Telecaster，它的琴体是玫瑰木的，当时 Fender 只做了两把，而设计者之一正是 Roger。 1968年7月新的 Telecaster 发售了， Roger 将原有的实心琴体掏空，并在面板的一侧增加了一个 F 孔，护板像 Strat 一样一直延伸到了控制旋钮，吉他的电路和金属键依然保持和实心 Teller 一样的配置，但是琴体的重量却比之前减轻了一半。芬德将这个型号命名为 Thin Line， 这个单词有打破常规的意思，寓意芬德开始突破自己原有的设计。1971年，芬德又对 Thin Line 进行了一个改动，就是将原有的单线圈替换为新设计的 Wide Range 双线圈拾音器。这对拾音器的设计师 Chief Lowery 可是大有来头，在50年代他还在 Gibson 工作。没错，划时代的1957 Les Paul 的双线圈拾音器就是它的杰作，我们经常说的 PAF 拾音器就是它的专利，还有影响了后来一些金属异形琴的 Flying V 这个型号也是出自 Seath 之手。在这之后，他给拾音器大厂 Seymour Duncan 做终身顾问，著名的型号 SHE59 拾音器正是为了纪念他在1959年取得了这项专利。也可以这么说，这个新型号正是由 Gibson、 Rickenbacker、 Fender 三家联合开发出来的。Roger 本人在70年代初返回了自己的祖国，除了 Thin Line 之外，他还开发了带有双阶设计的全空型吉他 Coronado 和 Whitewood 这些高品质的型号。1980年中期， Fender 脱离了 CBS 公司，这两款当时已经停产的吉他交给了日本的工厂生产，并重新命名为 Thin Line 1969和 Thin Line 1972。虽然1969款的Thin Line 我没有搞到，但是在上次那位哥们的帮助下，我拿到了这把日产的双线圈1972版 Thin Line。 整个琴和美产没有太大区别，依然是撑木琴体和枫木琴颈，整把琴重量非常轻，比 Gibson SG 这样的还要轻不少。琴头旋钮和美产稍有不同，和美产经典70年代上面带有 Fender logo 的不同，Fender 还是使用了复刻系列通用的50-60年代这样的旋钮。在70年代， Fender 将以前调节较为繁琐的钢筋调整在琴头这种凸起的子弹头型，压弦钉和美产的不一样，日产为两个，琴颈手感和目前美产的不一样，采用了较为复古的 U 型琴颈，指板弧度是 Vintage 常用的 7.25， 所以最好还是使用1046这样规格的琴弦。连接方式由以前经典的四钉改为三钉。其实很多细心的朋友已经发现，钢排螺丝的底部有一个小孔，对，这正是 Fender 用来调整仰角的。在70年代， Fender 就已经拥有了这个设计。在这里要说一下，72的双线圈尺寸比普通的拾音器要大上很多，如果想强行更换应该是不太可能的。虽然是双线圈的设计，但是与 Chief Lowery 之前设计的 PAF 系列拾音器不一样，摒弃了之前铝镍钴的材料，改为铜镍铁合金，让音色既保留了双线圈的特点，也有分着标志性的明亮特点。由于琴桥拾音器的关系，
72 Thin Line 的琴桥改为了 Shadow 样式的 Hard Tall 琴桥，最早是像一般 ST 一样有一个盖子，但是日产取消了这个可有可无的设计，档位器依然是使用60年代的大礼帽设计，输出口还是经典的 Taylor 圆形插口，打开琴的护板可以看到里面的电路仓非常的干净，这也和日产一贯的精细风格有关。和原始美产的72不一样，它是带有切单线的，只是原厂将它封住了，如果有喜欢改装的可以更换带有切单的定位器试一试。使用 Thin Line 的乐手从最早的根源摇滚到朋克、后摇、英伦等等都有涉猎，虽然是一把双线圈的吉他，但是依然保留了作为一把 Telecaster 的特点。之后 Fender 为了和 Gibson 竞争推出了 Deluxe 系列，虽然外观上还略带有72 Thin Line 的影子，但是实际上已经和 Thin Line 没有太大关系了，这里我们就不再多讲。目前Fender 的生产线竟也进行了不少调整，如果资金充足，一把美产的 Original 或者是 Elite 系列当然是最好的选择，如果预算不是非常充足而又希望保证一定的音色质量，日本和墨西哥产的 Thin Line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如果是没有独立经济收入的学生，或者是只是想尝试一下不同构造的吉他， Squire
CV 系列也可以纳入你的购物清单。如果你中意 P90 和 Gibson 式的 Tom 琴条，也可以考虑 Jim Atkins 的 GA90 这个签名系列。如果你不喜欢 Telecaster 的琴型，吉他大师 Eric Johnson 在他最近的签名 Shad 里面也使用了 Thinlight 的构造，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70年代是摇滚乐飞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创意爆炸的时代。除了这些著名的乐手与乐队，这些幕后的设计师们也应该被历史所铭记。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